自己再来自拍一下。不行。刘丽婷，哦，人家刚才有摩托车。不关键是。在哪里？有别人。陈汉，不要像我。来五个，来五个，一起来，五个一起来。先走。哎呀，姑姑也是啊。谁？李立伟的。我代表他说他们。对啊。现在，我这边你可以给小美。那他的世界完全开放。在那边呢。追分成功，我你沙雕。芙蓉便当，古早味。那个躲在后面的，他里边都干什么？他旁边都会有洗的，你都没有去看。好多人哦，来这边拍沙雕。这里是芙蓉，海水浴场。蒙古帝国。拜拜。快七座的墓，七座的墓。台湾啤酒。
number one， 赞啦！芙蓉海水浴场、沙雕场。2016台湾世界沙雕大赛在芙蓉海水浴场，这是沙雕场在举办的。